其实我们的经营理念很简单，就是两个字，就是串场。那串场有两个意思，就是我们是主要是卖串烧的，所以我们是专业做串烧居多的。另外一个串场的意思呢，就是我们是跑龙套的，我们以客为尊，我们帮客人串场。重点在于你如何把简单的事情做到一个极致，也就是以一个职人的精神。这一台其实放在店里面，其实说实在也蛮好看，它也不占空间。然后像我们这样子店面，一般居酒屋适合的大小，通常都够。我们就店里面就放一台，基本上循环就也蛮好的，让客人可以感觉到整个环境是舒适的，也不会闷，然后身上也比较不会有味道的残留。